始终骗不过自己，最终的我们没有走在一起，尽管到现在你会叫我委屈，只可惜爱情再回不到过去，再爱你一次。叫最后我们没在一起，感谢我春川，谢谢我春川，谢谢 thank you。 我现在脸还亮吗？太白也不是件好事情。好的，龙总哥哥，好嘞。一会儿我要不去洗个头吧，最主要是今天没有洗头。这个嗓子没办法，只能接档啊。
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留下的脚印印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。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，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留下的脚印印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。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哎，突然发现我不用洗头了，有帽子真好。Hello 主播你好，我是唱歌的主播，我叫小蹦。卡了，听不见说话。喂喂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能能，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嗯，现在能。那可能是卡了，应该是卡，可能是可能是。你好，我是海宝，我叫跳舞主播。那咱俩怎么玩呢？咱俩一人半吧。好嘞，那你先来吧。行行行，那我先吧。小七在吗？是啊，差不多吧。我找个歌啊。唱这个吧。太爱我了，我匹配质量太高了。听见吗？不要求，开门别再放狗。你说了 no 就是 no， 别再对我放电。你说 A， 你说 hey， 问你要不要 baby， 你说 oh no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你们别在下面抓耳朵塞的，想着上哪儿弄票去了，上哪儿弄点钱去呢？哪儿来的天上掉馅饼啊？你来吧。好的。唱个这个吧。这个找半天满足。别刷皇冠，爸爸。那些年的颜色渐渐淡掉，而我很好，只借了些烦恼。也曾想过礼貌微笑，礼貌着说微笑你好。
挥着闪电话偶尔打扰，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，我仰起头不让泪往下掉，如果各自安好就应该放掉，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，日子填满了心却空空了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，笑过的嘴角，哭过的眼梢，时间在这一刻却停止了，说再见你好啊。感谢我拉哥，谢谢。回忆就像电话偶尔打扰，话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，谢谢谢谢我拉哥 ，thank you thank you 。咱俩玩个什么游戏呢？行，多少？你说吧。嗯嗯，咱俩玩成语接龙。行，成语接龙吧。行行行，还有你一般都是玩几连接的？我一般都是你接一个，我接两个，然后你接三个，我接四个，这样。啊，行，好嘞，那咱俩就这么接吧。欢迎大叔。嗯，一帆风顺。顺风顺水，水到渠成啊。成王败寇，困人心弦，弦外之音。因果水思源，源源不断，断章取义，义不容辞，辞旧迎新，新。心想事成，成王败寇说过了是吧？成事不足，足不出户，虎虎生威，危言耸听，挺身而出。出够吗？六个呀。出谋划策，策马奔腾，腾云驾雾，雾。雾里看花，花团锦簇，簇我给自己接死了是不是？簇不及防，防我脑子是被狗吃了吗？哎，你是七个了吗？七个了就够了，那就你接防。嗯嗯，防不胜防，防方圆十里，里里外外，歪打正着，朝花夕拾，十全十美，美若天仙，仙外仙人指路，路。不想玩了，我今天好像脑子让狗给吃了。我想想，路。这不平是成语吗？可以算。路见不平，平平安安安居乐业，夜夜笙歌，歌舞升平，平易近人，忍辱负重，中规中矩，举世无双，双宿双归，归归归心似箭，箭不如飞，飞檐走壁，彼岸花开，开开心心，心心心相印，印象深刻，刻不容缓，缓冲又急，岌岌可危，危言耸听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今天又来一下，拜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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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不是，现在跳舞主播他输了的话都不愿意跳舞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不愿意跳舞的。嗯，我可以接很多个，嗯。
我是野区的星星跟好友的星星都没首歌，大叔，你录转粉了吗？欢迎逍遥哥哥。那你要听什么歌呀？我给你唱首歌吧。我最讨厌别人就是连我家真爱团都没有，突然冒一句没有以前活泼了。你他妈看我几次啊？没有以前活泼了。我活泼的时候你在不在呀？真的，就每次一说这种话可来气了。你说你是我家真爱团，天天看我直播啊。如果说我一个小时不活泼，你说我啊，我一点没毛病。真的是没看过我几次直播，一来一上来就是你没有以前活泼了。我他妈难道一天到晚24小时在那蹦啊？我这几天忙没上歪歪，没事儿，大叔你有空就来。哎呀，真的可愁死我了，真的说出这种话可气人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啊？鸡鸡还没开呢，上来就给你整一句，你没有以前好看了，你没有以前活泼了，你咋变样了？你是不是去结婚了？你是不是嫁人了？生孩子去了？愁死我了，真好。嗯，你也跟以前一样，还没有卡黄。对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嗯，难道鬼影，我是不是一看到你来我就应该站起来蹦啊？你们是谁呀？ 啊进我直播间的场面这么气派吗？要这种欢迎方式吗？一看到鬼影过来了赶紧起来蹦两下，证明自己还活着，证明自己还活泼啊。不蹦两下那就是不没有以前活泼了。那是谁？你怎么有这么大的牌面呢？感谢花少哥哥，谢谢。来我直播间安静干干得了，整那些虚的。说的好像很了解我，是没有以前活泼了。去。那就用力甩呀呀呀！哇哦哇哦，夜店天使这么嗨呀！连我生命都不知道，还他妈上来就整句没有以前活泼了，可气死了。别生气，我们聊我们的。这不是看你见了吗？所
所以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主播直播七八个小时、六七个小时的时候，当快要到就是身体极限的时候，上来就给你来一句，没有以前活泼了，你咋这样了呢？你来试试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别说俩小时了，给你一个小时啊！你一个小时在那给我蹦，你给我蹦，人家关心你，关这哪是关心我呀？啊！我一直在问你啊，胃感觉如何了？好些了？不就嗓子坏了？现在是。你说你要是关心我，就直面的关心我，对不对？难怪就是像这种人，去哪个直播间都不待见，这真话。一线一上来先给你一顿怼，欠你的呀。我们说不定欺负了一个大脑大佬。胃先好，然后不打的，后悔就好。什么后悔啊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不用踢出去，他是长时间没有看我直播了，故意找点存在感，来一句没有以前火火了，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就是想说一下这个事儿。对，这种不算是黑粉，真正的黑粉是，我操，小布你他妈是不是去整容了？这样事儿的，就是不管你长什么样子，只要有一段时间不见你，你是不是结婚去了？你是不是生孩子去了？啊，我一天休息，哎，还有这种更过分的，啊，我休息一天，然后就。啊！直接在公屏上马上问你是不是生孩子去了？你一天给我生孩子去，你一天给我生个孩子看看，真的。你一天要是能生个孩子，这事我也就认了。嗯。要变成炯炯，我是挂盐水挂的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啊，还有就是，嗯，你这嗓子要废了，完蛋了，可把你们操碎了心哦。跳到那前排，我们厉害哦，夜店就是这么嗨。看你妹的变音呢，我这嗓子不好啊，我挂盐水把嗓子给挂哑掉了。你口才厉害，我不厉害，我怼不过你们。对不过你们，你再不唱，你们永远都吃不到鸡了。刚刚吃完啊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刚刚还说到你了，我们家人还念叨你了，压力巨大呀。你最近很好，你最近站起来了，你最近特别棒。我站啥起来了？还行吧，这些小哥哥们、小姐姐们，这天天看直播，能支棱点就支棱一点。快抽抽抽抽抽！完了之后缓缓吧，抽啊，缓一缓，给你比个胜负嘛。嗯，那抽奖看谁抽的多，看谁能赚能赔那个呢？咱豆豆，咱俩那个小蹦子，小蹦子，我就说话吧，喜欢后边带个咋了？小可带个子。说话不是我习惯了，我带叫我没事，你叫我小蹦子也行，就是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。嗯。这轮小伙伴漂亮，
那咱俩咋玩呀？咱俩我唱歌，我今天是唱不了了。今天还在说的，我这嗓子都快变成跟你一样了。你说，你要再这么喊，你就变成可可的嗓子了。我的天！哎，我这个嗓子真的是已经不行了，我感觉已经回不到过去了。我这嗓子，我得养一养，我就唱歌不行。要不咱俩拉票啊？嗯，行，拉票吧，那就拉票吧，别什么才艺局这那里的，以后有机会了才艺局吧。好嘞，反正我才艺局也是喊麦啥的，我也是也不听，也跟大家那叭叭的跟那一晚上打打打。来嘞，喊麦就不喊了，大家怎么来一个拉票决胜的呢啊？我放歌吧啊。兄弟们，一毛党六六党上一上。啊，动一动啊！咱家没动了吗？咱家动一动哎！你俩输了有啥惩罚？我俩一会儿支棱一下吧，来点惩罚的啊！咱现在这个声音行，咱俩先说好，哎，咱俩惩罚啥吧？先说吧，啊！咱俩还整惩罚吧？咱俩那刚才谁说要惩罚呀？咱俩支棱一支也可以。他说，我跟我家一个小哥哥搁那比赛抽奖呢，看谁输了要支棱惩罚的。感谢一个人，谢谢哥哥。感谢咱们支棍之手，感谢搅屎棍呐，感谢二师兄。来，有星星的赶紧甩了，明天星星就不上榜了。对的对的，大家自己谁要能点的再点点。哎呀，对面1314了，我的天哪！感谢咱们一个人哥哥，咱们晚上上一上。谢谢咱们透心凉。来，有够的，谁让我们一起点点，一起动一动，兄弟们。感谢一个人，感谢宇哥，谢谢我们凤心凉，感谢我宝四行，谢谢小品，来，咱们能上的上一上，点一点，兄弟们，感谢老鼠哥，好亮眼，这一刻三毛的掌声，感谢我小神哥，感谢我这个传奇哥哥 ，Thank you， 谢谢暗沉哥哥，咱们能不能有1314网上早一早，感谢我时光哥。谢谢，来跟上大哥的脚步，你给我上！你是过年了，大哥送的是过年的，你是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我的天呀！哎呀，兄弟们有票了再点点，支棍！感谢大哥的玻璃球，有票的，能上点光，能上点光了，硬仗啊，硬仗啊，是时候团一波了。兜里边有子弹的，有音量的，来，大家跟上大哥的节奏，往上走一走来。感谢大哥的红包，谢谢。假的，谢幺零，来三票上一上。感谢小点，感谢幺零大哥，上一上来，上一上。最后还有60秒了，兄弟们，大家有票的再点点，我给我小小的动一动。感谢我帮人哥，谢谢我黄花哥，感谢金阳哥，感谢哎呀，快点上师兄，加加油，最后还有谁？跟上大哥的节奏，咱们一起上一波，牛逼啊！最后30秒了，兄弟们，往上冲一冲，对面一三一四了。这个罩实在是太硬了，咋的呢？刮的疼啊！这时间贼适合听这个歌，贼适合听这个歌。哎呦，我操，上头了！支离不过你呀、啊，最后不行啊，手速没跟上啊。哥哥，哎，
这该说不落的，真的，小布，这把你是过年了，你收的全是玻璃嘴了，哇靠，眼馋，哎呀，全是玻璃嘴，我收的全是星星，嗯、等下小伙伴都搁那给我顶榜呢，都搁那巴拉巴拉的星星搁那。这星星，星星，我那一瞅着你家大哥巴巴的那个1314那玻璃球，我一我那眼光眼睛都刺出来了。啊，秘密姐，拜拜拜拜！太牛了！哇，你家这太猛了，什么个情况啊？这边是？哎呀，这已经上头了，这一个个都上头了。厉害了！现在开始抽，行行行行。你接下来也要玻璃盏了，全都是。我也希望，我希望能有点玻璃嘴，我也想过个年，兄弟们，那我也过个四年了，提前过个年，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啊！一条鱼说现在开始啊，一条鱼，嗯、你几点钟开始直播的？你这嗓子真的哑了，以后拉票的时候你就别那么个喊喊。我这不是一激动吗？看到这么多玻璃子有点激动。你也激动是吧？啊，我就觉得也是，真的，要我的话一下子收那么些玻璃子，这多些玻璃子啊，这样我也得吆喝起来，嗓子我也得估计得美音了得。哦，刚是玻璃子啊。嗯，该说不说，今天如果、嗯、今天如果星星不刷的话、嗯，明天就贬值了，真的。明天刷星星就贬值了。嗯、明天这个榜就低了，可不就是一万块钱的星星就只有2000的榜了，就没有就没有，所以他们那个呢，能支棱点星星都支棱点吧，干不过呀。凑一凑。哎，咱俩。今天属实，俺家小伙伴跟他扔星星。要正常来说的话，也不知道咋整，也不知道会。可咱俩没加好友呢，咱俩加个好友的。咱俩没有好友。对呀、啊，咱俩就上次就没加上，唠半天结束了。我让梦蝶去吧，梦蝶去私聊送一下我好友答案。嗯，我一直觉得和你可熟可熟的了，就是那种就是认识很久了，但是一直就没加上好友、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说每次都找不着你，哎、每次都找不着他，哎呀，大哥实在是上，这、下次这种情况应该早点。感谢大哥的玻璃子，过年了。在这里我要郑重的说一下，刚才因为跟可可在连，我不好意思，感谢我们家团的这守护，你干啥呀，这是，哎呀，咱们孟家军的最高礼也给我们团团。好的好的，孟蝶我看看啊，你私聊我，私聊我，我给你上个马甲，上个马甲，我说每次都加没加上。你私聊我吧，来，咱们抱拳的手势给我们家团，以后这钱真别浪费了，真的。啊，歪歪号我知道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谢谢梦蝶，谢谢。感谢我团的守护啊，真的真的，你出现在是了，是的，是个小翅膀来。好的，梦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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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。你看我嗓子哑了，你激动开守护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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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灌盐水，灌过两天就好了。好的好的，梦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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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激动了，不想，我要去上个厕所。我就上个厕所，你们等我一下啊。
哎呀妈呀，我水喝的有点多。你管我洗没洗手，又不糟蹋你。你看你们真的是。大哥走了吗？大哥，这玻璃纸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刷出来呀？谢我撑着，哎，哦，是个王子，我投了，天哪，齐呀，我投了，没有子弹了。我刚才跟可可把子弹都打完了，我投了。下可可吗？嗯。我上次跟你打那个阴影还在呢。我到现在也还有阴影，不然我一看到你我就说我投了举白旗了。不行、我上次那什么播到两三点准备就最后一把下播了，我遇到你啊。你今天有条件吗？先问一下。我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肯定会尽力，就他们肯定会尽力上一上了。那完了，那我投了。你这一尽力上一上，那不得了了。那咱俩怎么玩呢？不能的，唱歌。行，好嘞。你唱歌特别好听。我嗓子哑了，这个现在不是特别好听。那要不玩别的吧？你嗓子哑了。没事，看你，我都行。哦，我也都行。那就如果你能唱，你就唱吧。那行，咱俩一人一半吧。嗯，好嘞。那我先来，欢迎我雨轩哥。哎，我唱一个啥呢？唱一个，告白气球，温柔一点的。我是唱不了高音了。咱们家也尽尽力。我真的有阴影。烧法打得太猛了，跟琪琪。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，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哦，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，告白气球风吹它对街，我想在天上飞、yeah、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新鲜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这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甜蜜的安静，亲爱的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好，谢谢麦教你吧，感谢我兵哥，谢谢我小白。你们上一把是打了多少啊？十几万票。十几万票。哦，那你应该是赢了吧？我输了，打不过。那肯定是你家大哥不在。那我还是有机会的。你家大哥在，不止四家，上次好像是三十几万票啊。为什么这个调不对呢？我现在怎么找不到这首《童话镇》的伴奏呢？就是从那什么被封了之后，换一个。
好想天边，当脸上想起看好谁在回避，我内心表现很积极，一路都能尾随你，我心愿保持好距离，索性让人看不起，世人太倾听，要听不说理，后辈轮不到无理，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，所以没看你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你们哎，你家是松的奇怪，你家是不是上迟了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对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明明上了很多呀，上了估计起码得有几十万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家那个延迟了。不是，得有几万票的呀。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我昨天已经在这方面吃了好几亏的把了。昨天大哥有好几朵花都没升上去。对。就是最近这个 YY 这个我延迟。对，你卡秒就不行了，它延迟。哦、嗯。所以我们家都提前上，怕了。昨天好几把都这样，昨天好几把，放了四朵花，两朵花没上去，就昨天好几把都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刷了有，一个刷了好像24组，一个刷了。对对对，就卡了嘛，就最后卡没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说明。哎呀，太侥幸了，太侥幸了。我想着这把我肯定输了，因为大哥不在。感谢我小板，谢谢我小板 ，Thank you。嗯，好，那个，你肯定不想玩我是吧？怎么可能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我敢吗？但是也没有了。嗯，咱俩就唠唠嗑，聊聊天就行。你现在嗓子这样子，那你直播还是一直唱歌吗？不行啊，就现在变成脱口秀主播了。脱口秀就尬聊，就各种就是就随便聊。我觉得你还好。不行，我聊天也不行。这个嗓子也昨天坏的。天地都排在第10，那你匹配应该还蛮多的。300多吧。你匹了多少吧？你匹的很少，哇，你的胜率很高啊！没有，比你才高一点点好吗？哎，你这个荣耀勋章墙的这个是什么？哪一个？这个我没有的。这个我不知道哎。荣耀勋章墙，它也没显示是啥。嗯。哎，是哦，对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上个月的？你是不是上个月也是王者多少多少来的？我觉得应该是。我上个月没有王者呀，我上个月是个王者，下面一个是啥？这应该是那个，应该是那个吧？上个月的王者吗？我上个月到王者了吗？钻石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我上个月是钻石，没有王者。感谢我小板啊，谢谢。谢谢我小板 ，thank you。那当你不安的咖啡，都有一种错啦啦啦。钻石有排名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上那他不对呀、啊，那奇迹上个月没打吗？那只是勋章。不要套 VP 了，本来元二。都是陪我到直播结束的，啊，给他套了个 VP 以后，啊，9点钟就不见人了。好了，川哥拜拜，川哥晚安，拜拜。
拜拜。可别给小板套一批了，把小板吓得这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嗯，VP 压力大，压死。亲爱的，变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我记得今天应该把星星刷刷，你们把星星刷刷顶顶吧。明天开始就不能用星星顶榜了，今天把星星顶好了以后还能维持一个礼拜。嗯。痛的眼睛斌哥，我今天身体不太好，今天身体不好，疯不起来呀。实属是身体不好吧。明天星星只能算20%的榜呢，就是你刷10000块钱的星星，嗯，只有2000块钱的星星的榜，对。波浪号，谢谢，以后都是真棒了。花和鱼还是算的呀，花和鱼就它其实的意思就是呢，主播得多少榜上就显示就是榜上显示的30%就是主播得的。不对，40%就是主播得的啊，就比方说看这个伴奏行不行啊？
最漂亮的姑娘你上不来，我要谈恋爱你说坏不坏，舞池里的灯光旋律左右摇摆，酒杯在倒满给力的节拍，今晚夜店麻醉了你的心窝，那就大声嗨，那就用力甩，是这么嗨，手指动一动，眉眼跑过来，我、哦哦、夜店疯狂的摇摆，诱惑的时代，午夜你就来，哎、哦, 哦, 哦，夜店就是这么嗨，绚丽的舞台，灯光照进来，哎、我、哦哦、夜店疯狂的摇摆，舞动的节拍，我们一起嗨。好像不太对呀、啊，这么低的音吗？
酒杯才倒满给你的节拍，今晚夜店满醉了你的心，我那就大声喊，那就用力甩，我夜店就是这么嗨，手指抖一抖，眉眼跑过来，我夜店疯狂的摇摆，诱惑的时代，午夜你就来，我夜店就是这么嗨，绚丽的舞台，灯光照进来，我夜店疯狂的摇摆，跳动的节拍，我们一起嗨，再试一个。生好了以后再那个什么，我要准备去接档了。好，那个我看一下啊，我是10:15的档，没错吧？对，我是10:15的档，对对对。好好点了。我没请假，我这个礼拜有档不能请假，我昨天已经请假了。我要再请假的话就不好了，我唱一些音低的歌好了，就是动感一点的，像什么夜店呐、像什么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啦，38°6啊，就唱这种歌。好啦，我休息一会儿，然后9:15啊，谁中花了？9:15啊，小板出花了吗？呀，牛皮！10:15接完档回来以后再给你们播啊，宝宝们一会儿见。